大家好，那今天呢，我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我手上的这一盒，就是来自韩国牌子的 Apple Skin 的 Magic Snow Cushion， 就是气垫粉底。那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一盒的气垫粉底的一些持久度啊，还有它的遮瑕度啊，还有它的效果如何等等啦。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这一盒的包装如何，其实也是还蛮脏的啦，那大家不要介意一下啦。那我选择的颜色呢是23号，就是还蛮深的一个肤色来的。那它还有其他的颜色，就是好像是21、22吧，那会比较白一点啦。那我是比较黄皮肤的人，就比较适合比较深一点。如果我用大概是因为它还有一个颜色是22号，是它是好像是写有点像棕色，可是我对我来说可能会也是会白，所以我还是选23号会比较安全一点。那我今天已经用了，然后我大概是在早上6:30的时候开始上妆。那我上妆之前就是要用这个气垫粉底，我还有用就是露德雅的，我在这里会跟大家看涂露德雅的精华液，还有就是 EGF 的童年蛋，然后还有上那个 Benefit 的 Professional 的，就是细小一些毛孔的膏，这里也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然后我才上了这个气垫粉底。那和大家分享一下气垫粉底的用法是如何。那我本身用的法呢，就是只要沾一点点，那大概和大家看看一下它的样子。那其实它的粉扑也蛮脏的啦。那刚刚我在上的时候呢，也发觉到就是里面的气垫粉底的液体好像也开始完了，所以我就跟大家看一下吧。你看是不是？那我也买不多久啊。所以我可能还可以用2-3次吧，因为只需要一点点的量，然后就可以用整张脸了。如果你看我手已经脏了，所以还蛮脏的啦。好，你看都脏了。好，那我就用手上的沾在这个粉扑。就是你只要沾一次的量过后呢，就可以上。那我在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用那个测试那个黑色那一盒的气垫粉底，就是它的遮瑕度是非常的强。然后在这个白色这一盒呢，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。好，那这个白色这一盒呢，它会比较比黑色那一盒会比较白一点，然后你上了过后会比较有光泽感，会比较亮一点，所以尽量就是你就是上了这个粉底液气垫粉底，就是不要再放上任何的一些打亮的那个粉底，就不需要做这个动作了。然后只要上这个，然后再沾一些粉蜜就可以了，是不是会比较白？我只沾一次就可以涂我整个手了。好，做个比较一下。这是有上的，然后这是没上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根部，然后它这个根也有遮到一些些了，可是不是很遮，也蛮明显的啦，就是有一点光泽度会出现啦。好的，那现在我这里是有个镜子，那我现在在镜头可能不是很明显能够看得到这个气垫粉底，现在我上了大概有8个小时，不能够很明显的看得到，所以我现在需要一个镜子再跟大家看看一下，
它的持久度，然后它的一些状态如何。那现在我很明显的就是发觉到我这里的额头，就是我上了，就是我上完妆，整个妆容还有这个粉底液呢，就是也在这里的部分，跟上一集的那一盒黑色的气垫粉底也是出现有那个一粒一粒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里变成会凝聚在一起，有一个一粒粒的，好像有点糊了的状态出现，所以看起来，如果人家镜头看起来会比较，好像你的粉底打了非常的厚的状态出现，然后久了，然后那些 mascara 都会很快的沾到我的眼底下，然后会觉得黑黑很脏脏的样子，然后就是可能是它会比较快糊了。嗯，那它遮瑕也不是很强，那一黑色那一盒反而是很强，大家可以注意到我这最近就是就是长了很多的青春痘，也没有百分之百的遮到。如果我是用黑色那一盒就能够明显的遮到，那我这里的斑也没有很遮到啦。这里这个不算大斑，好像是我去美容院他帮我挤了粉刺，然后我的皮肤状态就是你只要弄伤它，它就黑黑一大一大就出现那个痕迹了，不是斑。所以它遮瑕度不是很强的，然后它也很快糊，然后我很喜欢它，就是你上的时候呢，就是会比较，根本不用上任何的那个打亮粉，然后就是一个动作就可以上蜜粉就 OK 了，所以不用再去 cover 一些打亮粉在我这里啦。嗯，所以因为它还会有自然的光，然后。嗯，那五分呢？我会打几分呢？可能我也会打三分，三个星。因为它，如果你也是一样，它如果你是出远门的话，就是不适合啦，不适合出远门。如果你是，可能出去一下子，然后就有回来到家就可以啦。如果你是到外面很久，可能有晒到。虽然它这里有写着，就是有 SPF 50+++++的成分在里面，可是它防晒也不是百分之百有防晒到啦。因为它已经开始糊了，可以明显的看到。如果你没有上任何的 primer， 或者是我用那个 Benefit Professional 的那个效果，我觉得它可能更快的糊掉。然后尤其是油性皮肤的啊，中性皮肤 T 字位也常常会出油的人就更快的很明显。然后我的鼻子这里的位置就是开始你掉落在这个鼻子的空间，那我也觉得很闷油。那我今天上会觉得会比较色色干干的，我指甲全部都是那个粉底，就是我现在其实鼻子摸起来是已经有油的啦，如果我去碰触它，它当然就会糊掉。好的，所以不是很建议给初学者使用，然后是如果你想尝试可以啦。两盒都可以的，不管是白色盒或者是黑色盒都还蛮好用的啦，只是持久度不是很强，然后很快糊，然后也很快油。然后就是你大概用了过后大概有一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，或者是你在外面活动还蛮久的，就更明显的凸显到你的脸，会突然间近看的话，别人近看的话会觉得你今天上的粉底非常的厚。所以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色素
不管是你有多，除非你是很白很白的人，那你就可以选21、22号的色。可是如果你是已经有点黄皮肤的人，有点白不是很白的话，建议大家都用这个23号的颜色。那你在补妆也不要太多的补到我们的颈上。那我今天也是一样有补到颈上，因为之前我试的时候没有补到颈上，反而显示到我非常的今天的粉底液啊，粉底打得非常的白，然后非常的厚，嗯，然后我这里更明显，上了那个粉蜜粉更明显，那个一粒粒的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就是一粒一粒的，嗯，不是很喜欢啦，嗯，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东西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然后呢，如果我还有什么产品再和大家分享吧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拜拜。